好善良呀，哎呀，这种善良的女孩子。救她，她醒过来害你怎么办？我要你保护我。嘿呀，我天！妈呀！哎呀，小嘴真甜呀！我要你保护我。就我感觉这种都是没谈过恋爱的人写的呀。那不是，吧？哎，那你们对伴侣的性格有什么喜好？哦，这个我还是挺有要求的。比如呢？要负责任。我现在就这一个要求。怎么？你是最近被渣男伤了？不是。哎，我们把这暂停一下。哎，你也没谈过恋爱，怎么算负责任呢？就是比如家里的那个家庭责任，他要主动承担起来。比如带孩子。对，带孩子。想的挺远的。你对这个人的需求呢？就是高一点儿。多高算高？1米8以上。你怎么沉默了呢？直接就打死一片。1米8以上行，他高、嗯。完了呢？还有呢？嗯，长得就是得稍微差不多一点。哎，有没有谁是你的底线，就不能比他还难看了？广智吧。那也还行。也还行吧，也没有多高啊，你这个底线。好像越美的东西，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啊！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。性格上呢？外向内向啊，话不要太多。艺术家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要有共同语言。艺术家还不行？那他是干点啥的？你觉得行呢？他是有干点工作，正经工作，正经工作，有稳定收入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多稳定算稳定？事业单位有编的？不是，我觉得有稳定工作，他这个人，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比较稳定。那你渴望爱情吗？渴望呀，很渴望爱情啊。你渴望吗？渴望。爱情挺好，但是也挺闹心。对呀，就是想先试试尝尝，不行再说嘛。你相过亲没？没有当面相过。哪种线上相啊？啊，线上相啊？加个微信发一下，其实没线上相亲就不知道聊啥。他发一下他的基本情况，我发一下我的基本情况，就不知道该聊啥。相亲有合适的没有？你喜欢上没有太合适，因为相亲难点就是不知道聊啥，实在是找不着话题。那看完照片之后，哎，我还没看照片呢，那几个都就是在生活中你没有就慢慢处的完，觉得哎好像跟他一起也不错的那种。线上怎么能触发那个荷尔蒙呢？聊语音也行啊。不行，你不得看这人啥样吗？得看人。其实现在是已经到这个工作的或者年龄哈，不太有像学的时候那种唰怦然心动，哎，喜欢他，哎呀，就是，没有怦然心动，没有，都是那种慢慢处的。对，是不是我太保守了？哎，你能接受脑袋大的吗？头大，就比他还大一些。他其实不算大，就是真人看还挺匀称的。哦，谢谢。就是屏幕上看。我看出来你很小心的在经营这一段。啊，对，因为您的粉丝也挺多的。不会了。他头围62。不大吗？多大呀？是不大呀，他因为他个儿又高呀。是啊。我头大吗？你大。搭配这个身材也是比较合适的。我谢谢你。我有一个编剧朋友，做喜剧的。别多说了，就发微信给我吧。现在问他。现在可以视频吗？对，现在就问。是不是有点太直了？谢谢。我现在就发朋友圈给你找啊。是视频吗？还是要你自己决定要视频？你假装视频。哎，雪琴你在干嘛？完了假装不知道拍他。好做作呀！我这个美颜都没开，是不是这儿光好点？得加个滤镜。滤镜风格对吧？不行，这太假了。哎，质感是不是开那个开太大了？往回调一调。那嘴咋那么红呢？韩国学美颜不都给涂吗？你别动，不要歪头，正常一点。好，哎，可以，来，3、2、1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在这里呢，想要寻求一位有识之士，能够跟我尝试走入爱情的殿堂。我的具体要求呢，首先要1.8米以上，第二点，帅哥，第三点，有稳定的收入，第四点，要有责任心。谢谢你。好，确认。这行吗？这是你来看一眼，你自己来看一眼。你要发朋友圈里啊？嗯，行，可以发了啊。行。哎呀，咋在这咋吃？坐地上吃啊？地上吃呗。嗯。他那给了一小点醋。不行，一定要吃我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朋友啊。啊？我那个朋友他真是他，我觉得他也一辈子单身吧。我不问他吗？完，我说你觉得赵小慧怎么样？他说我觉得赵小慧，有幽默感，创作水平还行。创作水平？我说谁跟你聊创作水平？活该，这都是没有，活该没有对象的人，这都是。不是呀，那你乍一问，那你问我，任嘉伦咋样？我不也得评价，长得挺帅，演的也挺好。错，嗯，那我还能说适合我吗？在这底下吃着非常危险。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要求不是很明确的，其实要求是最高的。这个是说没啥要求，没啥要求，万一问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感觉你一个人常迟迟没有对象，就是因为他没有释放出来要找对象的那个信息，是吧？对。不是，我给你回复呢啊。我亲自来吧，要不没有啥正经的留言。我同学说，我老公想报名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啥菜呀？豆苗吧。豆苗挺好吃的，我感觉。你会包饺子吗？会啊。哪天包一下也行，可以啊，我下回就给你包饺子，行吗？对呀、啊，把馅儿跟皮儿都买好，我给你整包就行、啊。我挺会包的，馅儿我自己和。嗯，感觉饺子是最参与度最高的饭。那是包饺子，真行。看点电视剧呗，咱俩放点电视剧来，或者是什么？你不要看超新星全运会吗？哎，超新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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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。哎，我就应该去那个节目找对象，找对象，真的。那个节目，但都挺年轻的，应该我这个年轻怕啥？你嫌年轻啊？我不嫌人年轻，那人嫌我岁数大。你愿意为家乡而战吗？哎呀，我愿意。他为家乡而战，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我马上就要参加超级星运动会了。这个是去年的战绩，希望今年能聊真颜色。超新星，哎呀，梦洁吗？梦洁真好看，小彩虹。他就是脸上就写着元气，对，是障碍追逐赛。哎呦，我还有这种比赛，还有障碍追逐赛呢。